我们就挑霆锋战队。哇塞，霆锋战队忙死了。非常欢迎邓紫霄。耶、yeah ！之前被霆锋战队打败了，这一次要赢回来。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。20-31，恭喜谢霆锋老师战队邓紫霄胜。那这样的话，全部的配比分数已经出来了，最终37-16。让我们恭喜周星才让获得了第四个七强的名额。虽然这一轮的话，我的 PK 对象还是上一轮的紫霄，然后呢再一次站到这舞台上要进行 PK， 但是上一轮的时候，因为自己的失误出现了比较落差比较大的这个比分的，然后就输掉了。然后这一轮的话，就是我自己得到的票比上次多一点。我觉得输赢其实没那么重要，就是其实也不太。希望就是不希望邓紫霄就这样离开，我觉得因为就关系真的很好嘛，然后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想把谁劈掉。但是因为我对这个作品就付出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也非常努力去想，然后去设计这样的，然后得到的票比上次多一点，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认可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轮就是挖的东西成功了，这个是我比较开心的点。